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晚上的课。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每一次都在提醒大家发菩提心，无论是烧香拜佛诵经持咒磕头或者是文思修心任何时候都要发菩提心，这个就是我们大乘佛教的基础精华和灵魂所以我们每次都要发菩提心。那么怎么样发菩提心呢？简单的说，我们今天大家来听今天晚上的课，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所有的众生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那么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情况看，我们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这个确实是离我们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能力现在就是做不到，但是呢总有一天是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下这样子的决心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怎么样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那就首先我们先成佛。如果成佛的话能够成佛的话，那就可以所有众生离苦得乐，这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下定决心，为了所有众生的离苦得乐要成佛。那么这个就是菩提心简单的说。首先大家这样子发菩提心，接下来我们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么今天的课我们主要是讲这个四法印。四法印是这个佛教的大乘佛教的观点，大乘佛教的简解。在无论是小乘大乘或者是仙宗或密宗所有的佛经所有的佛经所讲的关于这个佛教的见解、佛教的观点方面的所有的内容都可以这个归纳这四个就是四个就叫做这个四法印。就是简单的说所有的佛教的观点佛教的人生观佛教的世界观，还有佛教的价值观所有的佛教的观点都可以包含在这个四法印当中。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这样子的话，我们必须要学习这个四法印必须要学习四法印然后呢除了学习以外我们这个必须要去修修就是最重要了我们要去修四法印，然后要把这个四法印的方法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通过佛教的这个四法印来怎么样解决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烦恼那佛教的这个四法印我们怎么样落实到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它怎么样能够帮助到我们就是不是要等到来时或者是成佛，现实生活当中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用这个四法印这个我想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就是给大家介绍这个四法印那四法印的很多的具体的内容呢，我们在其他的这个课当中
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但是呢，今天呢，就从四法音四个啊发音，从这个角度给大家解释。四发音啊，为什么叫做发音啊？发音就是四法音呢，它就是一个整个的啊，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啊当中，关于佛教的这个观点啊这方面的一个总结性的啊这个四句话，是总结性的这个四句话。然后呢，这个四句话的内容，我们啊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万事万物都不会超过这四个内容，就四句话都不会超过这四句话所以叫做发音。音就是音障，比如说国曲国王的音就把这个盖在任何一个这个名，比如说国王的这个帐盖了以后呢，任何一个人都不敢这个违背不敢，任何一个人都没办法突破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超越同样的这四句话呢，就是万事万物都不会超越这个四句话，所以叫做四法音。然后这个四法音呢，密法里面呢也讲这个四法音，密法的很多的经典也提到这个四法音。然后呢，现宗的很多的大乘小乘的经典呢也就提到这个四法音。所以四法音就是一个佛教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这个内容所以我们要学不但是要学，而且要修，修了以后就要落实到这个生活当中，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学佛就是现学现用活学活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是什么呢佛教它不关心不关心现世它只关心来世然后佛教里面讲的所有的观念所有的方法都是解决来世的问题，而不是解决现世的问题都是用来处理来世的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是有这种这种想法当然比如说佛教来世的很多问题是用佛教的方法去解决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但是呢这个佛教的这些方法是不是只能用到来世不是这样子，现实当中一定能够用得上我们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空气我们呼吸的时候每一次都需要，然后我们每一次都感觉到它的存在和它对我们的帮助然后呢食物和水也就是给我们解决问题现实生活当中不能没有这些，他们的这些作用我们可以亲身体会到。同样的修心就是一样的，我们如果自己不修行的话，那么很多的这些修心对我们的帮助感觉不到那么所以就是我们很多人觉得修心就是为了来世而不是现世，就产生了这种想法。实际上我们就是每一天花一点点的时间去修心，这样子的话修心的这个效果修心对我们的帮助，那么就是跟水、食物和空气一样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能够感觉到它对我们的帮助所以修心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这样子的心理训练大家要这样子去理解才是对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佛教就是为了来世来世当然是通过只有用佛教来解决，只有通过学修心来解决来世的问题当然这个
佛经的这些很多内容呢，不仅仅是要等到这个来世、现世啊，都可以用。如果我们一味佛经上这样的很多这个修行的方法，解决不了我们的现世的问题，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是我们对佛法的理解不对，或者是我们可能是没有实际的这个修心可能是这样子的原因。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感觉到我们佛法对我们现世的这个作用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对佛法一定会有深刻的这个理解啊。然后呢，我们对佛法就越来越有信心啊。否则的话啊，我们的比如说烧香拜佛，然后参加很多的法会，那么这些当然是未来是有功德的啊。那么现实当中呢，我们什么都感觉不到，感受不到，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也有可能啊，我们的这个对佛法的信心啊，有可能发生动摇啊，根本性的动摇都有可能。所以啊，要学习，要修心。很多以前我们的很多的发挥，都是佛教的这个集体的这些活动，大部分都是灌顶，不是灌顶就是法会，就是这些了，讲经说法呀、学习呀、修心呢，这些都是比较少的，那么我们当然也可以，灌顶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能学迷是不能没有的，非常重要。然后参加发挥也可以，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可以去参加发挥，都没有问题了。但是核心就是闻思修啊，闻思修就是我们的学佛的核心的部分。这个一旦失去了这个核心的部分啊，没有闻思修心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参加了一些其他的法会，那这种学佛的方法呢，那就只能等到来世才会有。这个结果啊，现实当中呢，可能感觉不到我们学佛的这个帮助啊，学佛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曾经也提过，那我们每一个人就要问自己啊，问什么呢？就问三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们学了佛以后啊，学佛让我们放下了什么啊？我们学佛之前和之后有没有变化啊？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该放下的我们放下了啊？第一啊。第二，我们学佛以后呢得到了什么啊？我们学佛之前和之后是不是一样啊？是不是没有得到什么？那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要问学佛让我们改变了什么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没有学佛之前呢脾气非常的差啊，然后呢学了佛以后呢脾气越来越好，然后呢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呢心胸非常的狭窄啊，然后呢对家人对父母斤斤计较等等，然后学了佛以后呢就是懂得更加的懂得关心别人等等如果有这些改变变化，那么我们就是有学佛有这个有结果有成就这样子最后的成就是要成佛但是这个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这个做到，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要一步一步的，最后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这个结果。那么暂时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这个我们的成佛呢，我们的是终点站然后还没有成佛之前，比如说我们坐地铁的时候到终点站还没有到终点站之前，要经过好几个站先到这个站，然后再是下一个，然后再下，最后就是终点站那么成佛就是我们的终点站，但还没有到达这个终点站之前呢还有很多的站那么这些站
我们第一站都没有到达啊，这样子的话啊，终点站是永远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啊，学佛呢要就立一些目标啊，最终的目标、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成佛啊。但是还没有成佛之前呢，那我们还需要一些这个目标啊。这个第一个目标是什么？第二个目标是什么？曾经我们也讲过啊，第一个目标当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目标啊。总的来说啊，第一个目标是出离心啊，大家必须要记住，出离心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啊。现在啊，我们学佛也有很多种学佛，其实这个不仅仅是现代啊，佛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允许有啊有几种学佛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人天佛教啊，人天佛教呢就是为了追求啊这个追逐这个现实生活或者来世啊的人天的福报啊，不追啊这个不希望啊成佛，也不希望这个成为阿罗汉，只追逐时间的这个幸福和快乐啊，就是追求一个幸福和快乐这样子的人生啊，或者是天人的这个相守啊，这是一种学佛的方法啊。第二种学佛的方法就是为了解决个人的啊这个生老病死，那么这就叫做小乘佛教。从我们大乘佛教的角度讲，这叫做小乘佛教。第三个啊，就是大乘佛教为了让所有众生离苦得乐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啊。三种学佛的方式是允许有的，这三个都可以学啊。那不管我们学哪一个佛啊，尤其是后面的两个啊，那么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还没有成佛之前需要有目标。那么其中的第一个目标呢啊，就是出离心啊。人天佛教那不需要出离心，人天佛教不需要出离心，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啊，无论是哪一个都需要出离心。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出离心，然后第一个目标达到了以后，第二个目标就是菩提心啊。第二个目标是菩提心，第三个目标呢是什么？就是真悟空心啊，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和这个藏传佛教的密法像大圆满大首因啊讲的这种开悟啊证悟啊，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那么我们这一生当中啊，成佛能不能即生成佛，这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即生成佛。但是啊，出离心、菩提心、证悟空心啊，这三个是完全是可以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啊，无论是出家的、在家的，男女老少，都有这个机会。非常重要啊，就是佛教讲人生难得，经常讲人生难得。为什么难得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才有这样子的机会啊，这一生可以修出离心，可以修菩提心，可以证悟空性。除了人类啊以外啊，其他的比如说连天人啊都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啊，所以就是人生难得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的学佛，也就是我们啊自己的学佛，自己的这个学佛啊，我们也应该做一个方案啊，应该怎么样去做。比如说我近两年啊，这两年啊，先做什么，然后再说什么做什么啊，学佛也应该有一个计划，应该有一个方案啊，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去实现，一步一步的去落实啊。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一生当中啊，我们学佛是一定是有结果的，而且这个结果是看得见摸得着，是我们自己亲身啊体会到啊。我们学了很长时间的佛，然后我们什么都没有感觉到啊，没有体会到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学佛呢可能是只有啊来时的时候就有一点福报啊，到时候会有的啊，这个因果不虚，到时候会有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没有得到什么。这样子的话，这种学佛呢，当然是总比不学好啊。但是这样子的学佛，就是有一点点的遗憾啊。所以呢，大家要努力。其实这个上面呢，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啊。只要我们一天每一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用来这个闻思修，尤其是大坐修心，那这样子的话长期这样子修心的话，那就是完全是可以的。周末的时候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个时间可以再加一点这样子就基本上就够了。那么一天一个小时的这个大坐是就极少数极少数的人以外，那一般的上班族的人来说也是可以的这个要求不是很高一天一个小时。实在是不行的话，那30分钟40分钟也可以，这样子细水长流，这样子的话会有结果的希望大家要努力。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四法音四法音的第一个是什么呢？这是万事万物万事万物是无常的这个是第一个佛教讲万事万物都是无常。那么无常呢要分两种无常一个是我们的感官能够看得到的这种变化，比如说一朵花从它的发芽然后呢开花，最后就是这个花最后呢凋零就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我们的感官可以看得到的或者是一个人的这个出生，然后最后的衰老死亡整个的过程，这个是我们大家能够看得到。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变化就是非常非常细微的无常。那么这个细微的无常呢一秒钟的万分之一一秒钟的万分之一，或者是一秒钟的百万分之一当中都在变化。这个变化是我们的感官看不见。但如果没有这种变化的话，没有这种细微的变化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是不会变化不会有这种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这种变化。能看到的东西的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是来自于最细微的这个变化首先我们要了解到万事万物都是在变化当中这个道理呢非常非常的简单，我想这个不需要讲什么道理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每一天都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个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然后我们周边的人发生什么变化，每一天都在变每一天都在变所以这个我们不需要讲太多的道理然后细微的最细微的这个变化呢也是很重要，但是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也不需要讲太多那我想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无常的这种观念佛教这样的这个无常的观念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运用这个无常的观念，我想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它的理论就不需要讲了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可能是没有人认为这个世界是永恒的不变的我们没有人认为这个万事万物是永恒的不变，没有这样子的，所以就不需要讲太多那佛经当中讲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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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都讲佛说所有的这个脚印所有人或者是动物的脚印当中大象的脚印是
追尾书生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种搭响啊，他奏鲁的时候是非常的精神，非常精神，然后其他的啊，这个大象或者是其他人跟着这个大象的脚印走的话，啊，这个大象呢，它几乎不会去很有危险的地方啊，它都去非常安全的地方，所以呢，就是跟着它的这个脚印走的话，啊，几乎就这个一路上都是很平安的啊，所以呢，所有的这个交引当中呢，大象的啊。脚印啊，追尾殊胜，然后同样的，所有的观念啊，所有的我们人的意识啊，观念当中，最为殊胜的啊，就是无常的观念，无常的观念啊，那无常的观念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学佛的时候啊，就是这些简单的这些道理，我们。不能忽略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比如说一降人生难得呀，无常啊啊，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佛教里面的非常基础的东西啊，不值得去学习，不值得去思考啊。那么一定要听大圆满大收音这样子啊，很多人是这样啊，大圆满大收音，到时候我们的根基成熟的时候啊，当然是可以听了，最终的目标就是可以听。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些简单的这些最简单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就是因为这些最简单的这些道理啊，只是我们懂道理没有用到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犯很多很多的错误，犯很多的错误，这个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证悟，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听大圆满大受益，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些像无常啊、人生难得呀这些没有想好，这些没有落实好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些细啊、这些简单的啊这些东西呢，我们不能忽略啊。理论我们大家都懂啊，但是落实啊要实践啊，那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我们把无常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那无常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首先啊，我们这个深深的体会到啊，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当中，而且这个变化很多时候是没有什么规律啊，就是说变就变啊，突然之间说变就变。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人啊，也就是这个万事万物变化无常的当中的一个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也是这样子变化啊，也是变化无常，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变化的规律，有些时候也是没有任何道理啊，说变就变，说没有就没有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变化的方式。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啊深入的去思考啊这个无常，这样子时候呢啊，这个无常一定啊啊鼓励我们啊去修心啊，鼓励我们去修心。比如说我们的上师啊，我们的这个道友啊，经常比如说让我们去啊修心。啊，让我们去这个大作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都忽略啊，对我们的印象不是那么的深刻。那自己静下来啊，静下来去思考一下这个无常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啊，现在我们是健康的，很多人都是年轻的、健康的啊，但是呢，下一个月啊。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任何人都说不清楚啊，包括明天是什么样的都说不清楚啊。一周以后、一个月以后、一年以后，这些都是说不清楚。那么说不清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这四个，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这四个这个四法音的四个这个内容的根源
是什么？就是缘起啊，都跟这个缘起有关系，缘起有关系。嗯，佛教的这个啊观点就是缘起，缘起就是佛教的最主要的见解或者观点啊。佛教不认为有造物主啊，有这个万能神啊，万事万物都是因缘。那么这个变化无常啊，也是因为因缘，也是因为这个缘起啊，未来的这个任何一个东西啊，它怎么样去变化，它怎么样去发展，都是不是我们去决定，而是它自己的因和缘来决定它的变化啊。那么它有什么样的因和缘，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一无所知。比如说我们的明天啊，我们的下一周，我们的下一个月，它的变化的方向啊，它往哪一个方面啊这个变化，那这个是以它的因缘决定，而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变化就怎么样变化，也不是我们决定，是它的因缘决定啊。那么下一周下一个月啊，那么它的这个变化的因缘，现在是有哪些因缘我们根本不知道啊，有什么样的因缘等着我们啊，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因缘缘起决定它的变化。那么缘起有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缘，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这方面我们是一无所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静下来思考了以后呢，就有可能有可能会发生就是很多的很多的意外这样子的话，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以后呢，我们一定会用功去修心去这个努力这方面是非常有帮助这一个。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非常的顺利的时候一帆风顺的时候，工作婚姻然后生活各方面都是非常的顺利已经走到巅峰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就很多人是很愚昧的，他以为他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比如说也就因为他自己比较成功的时候就是有瞧不起其他人对其他人的这种轻视还有这些东西呢，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平时都会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这种无常的观念这样子的话，那么也可以告诉自己现在身体婚姻生活工作事业一切都是非常的顺利但是这个不代表这一周顺利，那么下一周下一个月这个是什么样的说不清，都是无常，都是变化所以这个时候这种傲慢的心这种傲慢的心就会立即就会降低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这个时候要去思考一下无常，思考无常的时候那么立即就对别这个傲慢心一定会下降，然后傲慢心下降的时候，然后我们才会懂得尊重所有的人，尊重所有的人最低层的人也懂得去尊重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这个帮助这个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没有去思考无常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然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了不起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拥有这些，然后这样，然后呢很愚昧的就是因为我可以永远都是这样子然后就有傲慢，有了傲慢以后就开始轻视别人，然后就侮辱别人把人不放在眼里就是会出现这些问题这个时候呢静下来思考一下无常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呢一下子就会下降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第二
第三啊，第三，我们人生啊走到最啊最失落的时候啊，感到非常的这个啊失落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也很多人就觉得啊，就失败的时候呢啊，比如说比如说失业啊啊，比如说破产呐啊，公司倒闭呀啊，然后就是家庭啊出问题呀。啊，然后失联呢，啊，等等，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就是人生就走到最低处的时候啊，然后有很多人就很绝望啊，很失望，很绝望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思考一下无常的话啊，无常，大家不要以为无常它永远都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一面，不是，无常也是非常积极的啊。走到最啊人生最低的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去思考这个无常啊，那立即就会感觉到啊，现在的这个状态啊，也是一个短暂的，它也会变化的啊，有可能下一周下一个月啊，有可能发生奇迹啊，发生奇迹，然后呢会啊比以前啊会更好啊，这个当然有可能，因为万事万物都是变化，所以现在的这个失败、失落、痛苦也是变化，它也不是永恒的啊，所以没有必要那么的绝望啊，没有必要那么的失望，所以自己要努力，要努力。如果自己能够努力的话，因为一切都是变化，一切都是因缘啊，佛教讲的因缘缘起，所以这些都可以改变的。啊，这些都可以改变。如果啊，自己努力的去创造一些他的因缘，那这样子的话，缘起就可以改变啊。缘起改变了以后呢，啊，然后就这个现状啊，现在的情况也一定会发生啊变化啊。所以呢，啊，我没有必要这么的悲伤啊，更没有必要这样子的这个啊绝望。失望啊，所以我要努力一下，要去改变一下这个啊因缘啊，这样子的话它也是无常的啊，因为是无常，所以它这个痛苦也不是永恒的啊，这个失败也不是永恒的啊，啊这个时候呢，无常一定会鼓励我们啊，鼓励我们积极向上， 所以在生活当中啊啊，就是无常呢，很多时候啊，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的大啊。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以为无常这么简单的道理啊，这么简单的道理，就我们就觉得不值得，没有什么可以学啊，没有什么不值得修啊。这样子以后呢，它啊，永远都是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啊，永远都是一个理论啊。然后呢，现实当中就是不能帮助我们，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那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去修。如果我们啊静下心来去修的话，那这个无常它可以很多时候帮助我们啊。我们刚刚讲的，当我们比较啊懒惰的时候啊，然后呢，它鼓励我们去修行啊。然后呢，我们失落的时候，它会鼓励我们。啊，然后呢，当我们特别傲慢的时候呢，它又让我们啊这个降低这个傲慢，所以无常在这个时候都是非常的需要啊。然后呢，比如说啊，我们对别人的啊一些别人的，比如说成功啊，有些时候呢，我们人有这个。妒忌心啊，我们看到别人啊比我们好的时候啊，由心里开始产生这个烦恼啊，不开心啊，平时我们讲的羡慕嫉妒，最后就是恨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去思考一下这个无常，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就也就知道啊，别人他目前是比我好啊，但是呢也不一定啊，因为都是无常，所以这个下一周啊，下一个月，他不一定啊，这个怎么顺利啊，他不一定对我比我好等等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啊，这个无常，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消除啊，这个
傲慢心啊，所以这个无常呢，确实是很多的时候非常有帮助。那么这个帮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呢？现目前啊，无常就是一种理论啊，一种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啊，这个无常的概念，无常的这个理论，要把它变成一个我们的体会啊，变成体会。怎么样变成体会呢？就是要去大做，去修心啊。修心我们可以用这个思家心的啊，思家心的第二就是死亡无常啊。死亡无常里面呢啊，不仅仅是死亡啊，讲了很多的无常啊，就是宇宙这个世界啊，还有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生命等等，讲了很多很多的无常。那么我们的具体的修法呢啊，今天我们不需要讲啊，大家可以阅读四家行的啊，这个第二就是无常，死亡无常啊。这个死亡无常我们要去体会，要去大做，要去修，这样子以后这个无常的这种意识啊，比在我们的啊这个观念当中啊，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啊这个影响的时候呢，然后它就开始发挥作用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就是需要有这个无常的意识啊，无常意识。无常意识是非常重要，就是任何一个时候都想到无常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啊就对我们的很多的修心生活工作啊各方面都有帮助啊。这个无常呢，我就简单讲三个方面啊，三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修心的方面，另外一个是我们走到这个人生最低处的时候，另外一个是我们走到最高处的时候啊，无常对我们的帮助啊，其他的无常对我们的帮助啊，自己去思考啊，我们会大家自己思考就会明白的。所以无常啊这样子去用是非常有意义，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啊，这个万事万物，由佛教里面讲万事万物跟啊痛苦有关系啊，尤其是讲由漏皆苦啊，佛教的原话就是由漏皆苦。那万事万物就可以分两种啊，有漏和无漏啊，这样子。比如说无漏是什么？佛的智慧啊，无漏。然后呢这些一滴以上的菩萨大作的这个时候的这个证悟的智慧是无漏啊等等，这些都叫做无漏。然后有漏就是我们的感官能够看得到的啊，然后就是我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情绪啊，这都叫做有漏啊。简单的是我们的世俗当中的这些都叫做有漏。那有漏皆苦啊，有漏皆苦。这个我们很多时候呢，很多很多人觉得这个很这个悲观啊，消极。其实啊，佛教讲啊，有漏皆苦啊，它不是消极啊，也不是悲观。为什么呢？佛教为什么要让我们明白啊，有漏皆苦啊？那么意思就是说，让我们不要啊，这个告顾这个轮回啊，不要有过高的这个期望啊，我们要证实啊，这个轮回，不要梅花，不要愁花，就是要证实轮回啊，一定要看透。看情啊，这是最重要了。因为我们平时啊，就是看这个轮回是没有看头啊，是模糊的，很多很多都是模糊的，看不透啊。为什么看不透呢？就是因为有一种欲望啊，有一种欲望。那么这个欲望啊，这个欲望很多时候，这欲望一起来了以后呢，很多时候啊，他一定会把很多的真相啊会遮盖，
遮盖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看不清啊，看不清它的真相，更看不透啊。所以呢，就是佛啊，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个轮回啊是痛苦的。痛苦的意思呢，痛苦实际上什么是痛苦？痛苦就是我们人类的感受啊，包括动物的感受。那外面的这个世界跟这个感受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啊？那佛教是不是说这个我们的所有的感受啊，我们一个人的从生下来到死亡，当死亡的一生的这个感受，是不是都是痛苦呢？啊，是不是佛教告诉我们这样子啊？不是，如果这样子去理解的话呢，这个理解错了，不是。佛教也讲啊，这个轮回当中有幸福啊，有快乐，就是正因为有幸福快乐啊，所以我们可以去修人天佛教。人天佛教是追逐啊人和天人的幸福和快乐。如果这个轮回当中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模一样，都是很痛苦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没有必要去修啊，没有必要去修这个人天佛教啊，反正都是痛苦的，没有必要去修啊。但是不是佛教也没有否定，不会否定啊，这个轮回当中有幸福啊，有这个快乐啊，而且这个幸福和快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你的生活当中有幸福快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的上一世啊修来的福报，修来的福报。所以呢这一生啊，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有资格去享受这个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这个幸福啊。佛只告诉我们享受这个上一世的福报的同时别忘了继续创造能够幸福快乐的这些因素就是说我们享受上一世的这个福报的同时呢就不要忘了继续创造这样子的条件让自己拥有继续长时间拥有这个幸福和快乐。佛只要求我们这一点没有说我们的轮回都是痛苦的，不能有幸福，不能有快乐如果有也不能去享受，不能去碰了就会下地狱，没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这个是轮回当中有这样子但是呢那佛为什么说有楼皆苦呢佛教将三种痛苦当中呢，我们凡夫的人或者是我们普通人大家公认的痛苦呢，就是其中一个叫做酷苦然后变苦和性苦有两种苦，这个我们平时都不认为这是痛苦为什么不认为痛苦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透，因为我们就是因为眼前的一些东西就不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欲望一出来了以后呢很多东西变成模糊了很多的东西变成模糊，这欲望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这个欲望一起来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很多的真相都是看不清楚的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真相我们也不想看也不愿意看就是因为这个跟着这个欲望走真相是什么样不管就是这种态度所以呢我们平时我们能感觉到的痛苦呢就只有一个痛苦这个叫做酷苦两个苦字就是说特别特别明显的痛苦就这意思然后另外一个痛苦呢变化变苦呢现在拥有它的时候
啊，不是明显的痛苦啊，反而显得是幸福和快乐。嗯，但是因为这个幸福和快乐啊越强大，然后当它发生了变化的时候，这个变化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就越严重啊。所以呢，这也是跟这个痛苦有关系，嗯，有关系的啊。另外一个痛苦呢，我们的这个任何一个啊发生变化的东西啊，变化的东西，变化无常的东西呢，它或多或少啊给我们带来一些啊不满足不愉快的事情啊，那所以它也是啊这个叫做痛苦啊。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两个我们都不认为是痛苦啊，所以就是我们只有一个痛苦啊。那么佛是不是讲这个有楼万事万物是不是我们大家公认的这种痛苦呢？不是啊，不是这种痛苦。这种痛苦呢啊，比如说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啊，衰老的时候啊等等，这些时候就是有这个痛苦。平时啊吃喝玩乐的时候没有这种痛苦啊。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吃喝玩乐，它的结果啊，它的结果有可能会导致啊一些这个不开心的事情。嗯，所以它也跟这个痛苦有关系啊，我们要这样子去理解。啊，有楼皆苦是这样子，首先是这样子理解啊，然后呢，这个有楼皆苦啊，我们怎么这种这个观念啊，我们怎么样用来啊修心啊，或者是我们怎么样用到这个生活当中啊啊，这个很重要啊啊，我们刚才讲的前面的叫做这个无常意识啊，那这个就叫做痛苦意识啊，痛苦意识。啊，痛苦的意识啊，随时随地都有一种这样子的意识的存在。嗯，那这个对我们有一个帮助啊，有什么帮助呢？嗯，我们第一个是我们感觉到啊，这个轮回当中呢，处处都有啊，有这种三种痛苦啊，不是苦苦。就是变苦啊，不是变苦就是辛苦啊，反正万事万物都跟这三个痛苦啊，这三个痛苦有关系。那这样子我们理解了以后呢，然后就我们就比较容易有处理性啊，比较容易有处理性。我们看透了以后啊，看得比较透的时候呢，比如说眼前的某一种啊这个幸福和快乐，嗯，然后我们也可以用啊，可以去享受，但是就是不要沉迷于啊，就是眼前的这一点点啊，就是凡夫啊，凡夫不学习不修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啊，我们不但是啊去享受眼前的这一点的这个幸福快乐，而且我们沉迷于啊，就是这个。快乐当中啊，然后忘掉了所有的其他的事情啊，这个是最可怕的啊！享受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幸福和快乐啊，不可怕啊，不可怕，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因为这个啊，沉迷于这个快乐当中，然后其他的忘掉啊，其他的都忘掉了。这个就是最可怕，所以佛就是提醒我们啊，一定要啊注意啊，这个轮回当中呢，虽然是有幸福有快乐，但是不多啊，不多，大部分都是痛苦啊，就是这样子啊。那么为什么大部分都是痛苦呢？那这个我们刚才讲了，也跟这个缘起啊这两个字有关系。缘跟缘起有关系啊，那缘起有什么关系呢？啊，看看我们现在的我们的身口意啊，身口意啊在做什么？我们的心啊，每一天在想什么？那、啊、我们的语言每一天在说什么？我们每一天在做什么？嗯，啊，然后我们就会明白的啊，我们的比如说啊，24小时当中除了深度的睡眠。啊，没有思维啊，除了这个深度睡眠以外啊，那我们在想什么呢？啊，绝大多数都是跟贪嗔痴啊有关系。然后呢，
迟，就是无明愚昧。那这个我们生下来到死亡啊，死亡之间，每一天的24小时，它都不离开啊，不离开我们的这个意识啊，它就在这个，它就在我们的意识的最最最深的地方啊，永远都不会离开的。因为有了它，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这个尘啊，还有就是贪啊，然后等等，佛教讲的三毒、五毒啊，这些毒啊，这些毒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人体某一个部分啊，就是长出一个有毒的这个肿瘤啊，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内心当中啊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癌细胞啊一样啊，那么它这个三个啊或者五个东西一旦进入了我们的内心当中啊，然后它就像癌症一样啊，它就会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精神的这个系统啊，全部都会受到了这个受到这个破坏啊，严重的破坏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说出来的话啊，然后就是做出来的事情，这些都跟什么有关系呢？啊，跟罪啊有关系，跟罪过有关系，有罪过有关系。那么罪过啊，就是恶业有关系。那么恶业的这个它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痛苦啊。为什么这个轮回当中大部分是痛苦，而这个一小部分才是这个幸福呢？那就是要看我们的内心当中啊，我们的身口意所做的这个事情当中，一小部分才是善啊，大部分就是恶啊。所以这个轮回当中的大部分是痛苦，小部分是这个快乐，原因是这样子啊。轮回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也跟这个缘起啊有关系。那么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了以后呢啊，然后我们就是心里有所准备啊，有所准备。我们知道人有生老病死，生老病死都是痛苦的，除了生老病死以外，这个轮回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啊。这样子我们明白了以后呢，就有所准备啊，我们不会高估啊这个轮回啊，然后呢我们对轮回也不会有这个过高的这种期望啊，正视轮回。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当我们面临啊这样子的这个痛苦，生老病死的痛苦的时候呢，也可以很淡定的啊去面对。嗯，然后除了生老病死的这个痛苦以外啊，遇到除了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痛苦以外啊，就是其余的这些痛苦啊，我们面对这痛苦的时候呢，也很淡定啊，也很淡定的去面对啊，就可以啊把这些痛苦啊都可以这个解决啊，这样子。还有就是比如说把痛苦可以转化为啊，转化为我们的修行的这个资料啊，这都能够很顺利的能够做到啊。否则的话，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啊，轮回是很美好的啊，怎么怎么样啊，然后突然间啊，意外的就是遇到了一些痛苦的时候，然后我们人的精神啊崩溃，没有能力去面对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啊就是就出很多很多非常不好的啊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佛啊告诉我们轮回是痛苦，不悲观。为什么呢？就是虽然是痛苦，有很多的痛苦啊，但是这些痛苦都可以啊，都可以解决的。这些人的这些痛苦当中啊，众生或者是六道轮回当中的这些痛苦，都是跟我们的烦恼有关系啊。然后我们的所有的烦恼，不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我们的心的本心是没有烦恼的啊，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佛心啊，它没有烦恼啊，它是从无始以来都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光明的啊，这些烦恼都跟我们的心的本心没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只要自己去用功的话，这些烦恼啊，这些烦恼
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啊，完全可以驱除啊，端掉啊，从本质上就可以铲除啊。那么烦恼全部铲除了以后，端掉了以后，然后这些啊痛苦自然啊也就会消失啊。那这个道理明白了以后呢啊，然后啊轮回是痛苦没关系啊，我们可以解决啊。如果佛说啊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痛苦啊，然后又告诉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了，只有去啊去忍受这个痛苦，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确实是啊非常的悲观啊。但不是啊，佛就是说，佛只是告诉我们不要啊沉迷于现在眼前的啊这个幸福快乐，这个幸福快乐你可以享受都没有问题，是你自己啊这个付出得来的啊啊，是自己的福报可以享受，但是不要沉迷在这一点点当中，不要以为去这个未来都是这样子啊，不要以为整个轮回都是这样子，这一点点的这个快乐和幸福的背后啊，还有很多很多非常可怕的东西，这一点你必须要知道啊，而且你必须要有所准备啊，有所准备，就是佛的本意啊，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我们的这种痛苦意识啊，痛苦意识有了以后，我们有了这样子的痛苦意识以后，然后到时候我们真是要遇到面临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呢，就我们刚才讲到啊，很啊淡定的去面对啊啊，不但是能够面对，而且我们可以把它转化为啊修心的啊，就是痛苦转化为道啊，转化为修心，这些都可以的啊，因为以啊因为。之前啊就知道轮回就是这样，有痛苦啊，有痛苦，我现在面对痛苦，面临痛苦，这很正常，嗯，这很正常的，因为这个轮回它本身就是这样子啊，轮回本身就是，就我本身就人在一个这么不安全的地方啊，那么现在面临了某一种痛苦啊，这个很正常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很正常的啊，所以我要去解决这个是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啊，是可以解决的。为什么这些都是跟缘起有关系？这都是我的烦恼啊！我的烦恼不是我本人啊，也不是我的心的本心啊，它是我的心的本心是永远啊纯洁的，所以我可以把它分开啊，我可以把这些烦恼。从我的心的本心啊上面啊，把这些东西可以剥离出来，把它可以扔掉啊，分离出来啊，把它扔掉，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到啊。这个道理明白了以后呢，我们面对啊，第一个面对在生活当中啊，面对痛苦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很意外啊，不会失望啊，不会绝望，然后呢，很淡定的去。面对啊，很淡定的去面对，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啊，我们有了这个痛苦意识啊，有了痛苦意识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更加的拥有啊这个慈悲心，因为我们啊没有这样子的痛苦意识的时候呢啊，也就是我们还没有看透这个世界啊，当这个世界是我们的眼前啊。都是模糊啊，除了我自己的这个命和力啊，不模糊啊，非常的清晰啊。我们的脚垫就像我们的这个，这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呢，就像照相机的镜头一样，我们的脚垫在某一个部位的时候，其他都会变回它的背景啊，都变成模糊一样。我们的脚垫啊，就在我们自己的命和力。啊，这个上面，然后把我们看重我们的这个脚垫在我们自己的命和力上面的时候，放在这个脚垫上面的时候呢，然后很多其他东西变成模糊了，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这个背后是什么样，都不清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在命和力的背后，我们遇到了这个痛苦的时候，然后这个。
痛苦对我们的打击啊，打击和杀伤力啊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啊严重啊啊，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倒下的啊，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这个面对啊，所以佛的这个痛苦意识啊，痛苦意识，我们随时随地都要有这个意识，这个痛苦意识，这痛苦意识啊。如果我们经常都有一个这样子的痛苦意识，那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质量啊？我们会不会变得特别的悲观消极？不会的啊，不会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保持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意识啊，痛苦意识。这样子以后呢，更加的懂得，更加懂得啊这个啊关心啊或者关爱。啊，其他的这个众生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刚才讲了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我们有了这个痛苦意识，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啊，我们就有处理心啊，很容易有处理心。这个痛苦意识帮助我们有这个处理心啊。第一个，第二个啊，它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啊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痛苦的时候啊，很顺利的啊，很淡定的去面对，面对啊，不会觉得啊不公平啊，不会觉得这个很意外啊，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大家都要面对这样，大家都处于一个这样子的非常不安全的这个轮回当中。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是很正常的，每一个人是早晚的问题，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啊，生老病死啊，任何人啊都没有办法这个逃避。所以这是第二、第三啊，这个痛苦意识让我们产生这个慈悲心啊，然后呢，有了慈悲心，也就会有这个啊，有这个菩提心啊，所以。第二个司法音啊当中的第二就是这个有楼皆苦啊，就是万事万物都是跟痛苦有关系啊，并不是说万事万物都是痛苦啊，痛苦是我们的感受啊，人的感受，人的感受要分三种感受啊，一个是快乐幸福啊，然后呢第二个是这个痛苦啊，那第三个是这个啊无己的感受，无己的意思呢啊，既不快乐啊，也不痛苦啊，这种就这三个，那痛苦呢其中一部分而已啊，不可能整个的感受感觉都是痛苦啊，更不可能万事万物都是痛苦，但是佛说优楼皆苦是万事万物。跟我们的痛苦有关系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啊，这世界万事万物啊是痛苦啊，万事万物是痛苦的还是万事万物是快乐的啊？以我们的境界来决定啊，我们的境界，我们没有什么境界，没有什么觉悟啊，然后就像现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观念，然后就是我们的见解啊，觉悟都是现在啊这样子处于最低层的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呢，几乎万事万物都会给我们带来啊很多的这个痛苦啊，这个并不是因为外面的万事万物是痛苦，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有问题啊，所以呢，万事万物都会让我们感觉到痛苦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佛讲这个啊，忧楼皆苦的啊，意思是相对的啊，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觉悟啊提高了，我们的境界提高。那这样子的话，万事万物是我游楼是皆苦吗？不会的啊，这个时候呢，万事万物啊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快乐，不会带来啊这种痛苦。就像维摩诘经啊，就像维摩诘经啊，这个维摩诘经这个佛经里面讲的一样，
这个世界它本身啊是像我们的这个内心啊一样，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佛心啊，纯洁的。同样的，这个世界啊，我们今天看到的万事万物，也不是啊像现在我们看到这样，它的本质、它的本心，也就是啊清净的啊，像西方极乐世界啊一样的清净。那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啊没有觉悟，没有境界啊，所以这个真实的世界我们感觉不到啊。我们看到的呢，它就是已经是离啊真相啊已经走得很远的一种现象。这现象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啊，这跟我们的内心是一模一样。我们的内心是佛心，是纯洁的，没有任何的烦恼啊。但是我们现在啊感觉到的我们的精神世界啊非常浮躁的，非常黑暗的啊啊，这个世界呢，这个精神世界呢，实际上不是他的本心啊，实际上离他的本心已经很远了啊，已经很远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也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啊。那我们现在就人处于一个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不清净、不真实的这个世界当中生活的时候，生存的时候，那很多东西给我们带来啊这个痛苦。所以佛说万事万物跟痛苦有关系啊。然后有一天我们开悟了，我们证悟了，有拥有菩提心，拥有出离心啊，尤其是拥有这个证悟的智慧啊，有一定的境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如果对这个人而言，佛不会说万事万物是痛苦啊，佛一定会说万事万物就是幸福啊，万事万物是快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万事万物对他啊，对这种人来说啊，万事万物啊都不会给他带来烦恼，不会给他制造任何的痛苦啊，万事万物给他创造、给他制造幸福快乐啊。所以幸福快乐虽然是一种感受啊，感受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呢外面的这整个的世界跟这个感受可以有关系啊。所以呢正对这个人啊，对这个人而言，佛一定会说万事万物整个的轮回是幸福的、快乐的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啊不要以为佛讲的这个啊这个忧楼皆苦是消极啊、悲观啊，根本不是啊，这个是非常积极的啊，然后告诉我们啊，轮回虽然啊是这样子的，这个先暂时啊，目前轮回是这样子的，这个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努力的话，那轮回不会是这样痛苦啊，整个的世界就会可以会变成像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子。当我们自己的内心清净的时候，整个世界会这样子啊。那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启发啊，对我们有很大的努力啊、鼓励啊，啊，这是鼓励我们啊。所以大家也要把这些是不要啊理解错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刚才就是把这个轮回犹如皆苦，我们怎么样用到这个生活当中，用这个观念来怎么样解决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烦恼啊，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二。然后第三就是这个万事万物都是无我和空心啊，无我空心，这叫做诸法无我啊。佛教的原话就是诸法无我，诸法无我，无我和空心啊。如果这两个分开啊，这样子讲的话，那佛经里面呢其实佛经里面就讲了三法印啊、四法印和五法印啊，这样子。那三法印呢三法印呢就是除了这个痛苦啊，除了痛苦以外的三个，很多佛经经常讲啊，所以这叫三法印。
然后油楼借库啊啊、加上啊，然后就是司法仪，嗯，然后这四个当中啊，把这个诸法无我，无我可以分无我和空心啊，无我空心分开讲，那么就是物法因啊，物法因，是有这样子，但是我们平时不会说物法因啊，平时就讲四法因或者是三法因啊这样子。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啊空心，那么空心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空心，可以明天后天啊，可以明天的上午下午都有时间将啊，边将边修啊，明天上午和下午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不讲太多的这个关于空心方面，因为以前也讲过很多这个网上啊都有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但是有一个问题要给大家讲啊，佛教讲空心啊，讲空心，那么空心是什么意思呢？就等于就是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存在啊啊，这个前世后世善恶因果等等等等啊，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一无所有啊。从空性的角度，我们站在这个空性的角度看，那么确实是一无所有啊，这样子。那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理解呢？啊，我们的这个境界啊，还没有提高之前啊还不能这样子讲啊，也就是说。我们啊，用这个感官，用我们的感官去看这个世界啊，认知这个世界啊，这样子的时候呢，还不能这样子讲啊。比如说有一本书啊，如果我想读这本书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我用肉眼去看啊这本书，我才能够读啊。如果我想看到这本书的本质，它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这样子的话，我可以用显微镜啊来看啊，用显微镜看。但是如果用显微镜看啊，没有办法读这本书啊，这本书里讲什么，这是我没有办法知道的啊。显微镜，用显微镜看，看到的是原子分子，而不是一本书。所以根本就看不到这上面有什么字啊。如果你想读这本书上面的字啊，那就不要用显微镜啊。虽然显微镜看得更透彻啊，看得更清楚啊，但是它是看不到字。所以你如果想读这个上面的字，那就不要用显微镜啊。如果你不需要读这个字，你就是想了解这本书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啊，那就用显微镜去看，看得更清楚啊。同样的，就是我们如果想我们谈一个啊我们的生活上的事情啊，生活生存啊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大家不要去讲空心。这个时候不要讲空心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谈论一个我们的感官的结论啊，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啊，触摸的东西，就是讲这个范围的时候，大家不要讲空心啊，这个时候不要把空心拉到这个范围当中，这样子以后就混乱啊，混乱啊，就是。再重复一遍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不要谈空心啊，不可以谈空心啊。现实生活为什么？现实生活是我们的感官的结论啊，我们的感官的结论当中是没有空心，它的本质是空心，但是呢，我们的眼睛把它变成不是空心的了啊，至少它的这种表面的现象啊，已经不是空心了。所以佛也在这个时候啊，为了大家逐步逐步的理解，佛也把它分得清楚啊，圣义谛和世俗谛分清楚了。世俗谛就是保留啊我们看到的万事万物啊，这个时候不会讲空心啊。世俗谛啊，从世俗谛的层面讲啊，有轮回，
有六道轮回，有善恶因果啊，可以学佛，可以成佛，都存在的。从这个层面，这个生义谛和世俗谛啊分开了以后，在这个世俗谛的层面，再不要去讲啊空心已经分开了啊，这个时候再不要去讲啊空心。所以我们的空心或者无我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不要去讲啊，不要去问有没有我啊啊，我存不存在啊等等，这种话不要去讲啊，在这个层面上不要去讲啊。然后呢，有没有善恶因果，有没有这个啊这个前世今生，你都不要去讲，肯定是有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能讲啊，这样子讲了以后，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这种理解都会乱套，所以佛把它分开了啊。然后超越了这个啊，超越了这个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啊，我们在讲这本书的，我们在谈论啊，大家来讨论这本书的这个啊。字啊，它这个书的这个字的内容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谈我们的柔眼的结论啊，不要谈显微镜的结论啊。显微镜的结论当中没有字啊，显微镜的结论当中没有字啊，只有原子分子。那如果要讲显微镜的这个结论，那就讲原子分子，不要讲这里这啊，不要讲这本书的内容，没有这本书啊，没有这本书。如果想讲这本书的内容啊，大家来讨论这本书啊，那就讲我们的感官，我们的肉眼的结论啊，眼睛看到的才是真实的。那么这两个当中呢，哪个是？哪一个是真相呢？当然显微镜啊看的是真相啊，比较接近啊真相。但是真相啊，大家必须要明白，真相佛教讲的真相啊，它不是唯一的一个真相，真相有很多种真相啊，一层一层一层的真相。一层一层的真相都是相对的真相啊，这些都是相对的真相，不是绝对的真相。那到底有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相呢？啊，绝对的真相说有和说没有，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就是有点不好理解啊。但是呢，就是当我们的语言，当我们的这个思考思维全部啊消失了以后啊，消失了以后，我们的语言不能表达的，我们的这个意识不能思考的东西，那是真相啊，但又不是我们现在概念当中的真相啊，所以是真相又非真相啊，那这个我们可能是更加的模糊了啊，那我们肯定会问到底是不是真相啊。那这些都是我们要留到最后去讲啊。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大家要学会啊，佛教讲空心啊。我很多时候都发现很多人的理解是不对的啊，很多人的理解呢，导致了一个很非常没有必要的一个混乱啊。甚至有些人都觉得没有善恶因果，没有前世来世。就是这种很严重的问题了啊，所以这个要分开讲啊，分开这个大家啊，这个显微镜和我们的这个肉眼看一本书的结论是什么结论，这两个结论能不能混在一起啊，这个大家是很清楚的啊。然后圣义谛和世俗谛完全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啊，释迦牟尼佛呢啊，他就认为啊，我们理论上我们可以去理解空性啊，但是我们人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虚幻的世界里面。那么这个世界啊当中，就是人在这个世界生活，那么怎么样去了解这个世界呢？还不是最后用我们的感官呢？不是佛教的理论呢？
不是中观的理论啊，不是空性的理论，空性的智慧啊。如果用空性的智慧来谈论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是会瓦解的啊，没有办法谈的。善恶因果呀都没有办法谈，所以佛就把这两个分开啊，分开一个叫做世俗谛，另外一个叫做生疑谛啊。世俗谛当中啊，从世俗谛的层面，一切都是存在的，都是真实的啊。因果不虚啊，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就是因果不虚，就是对的啊。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然后又讲如幻如梦，一切都是虚幻的啊。那么因果不虚跟这两个是不是矛盾呢？然后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说我们啊，万法都是啊都是虚幻啊，万法都是虚幻，这样子的话，那因果怎么不虚幻呢？因果就跟万法万事万物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啊，万事万物。就是因果，因果就是万事万物。如果万事万物啊是虚幻，那因果当然是虚幻了啊。如果因果不虚，因果不虚，万事万物不会虚的啊。万事万物也不虚，因为万事万物就是因果，除了因和果以外，没有万事万物啊。所以我们不需要这样子讲，我们把这两个分开啊，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啊。虚幻的如幻如梦，就像《金刚经》讲的一样，但是这个就是不会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发生啊冲突，然后我们的感官的层面，现实生活的角度讲，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这个真实呢，也不会跟《金刚经》讲的啊这个如幻如梦啊发生冲突啊，这两个是不同的层面，啊这样子理解。才是一个准确的理解啊，这是第三啊，最后一个第四就是这个十法音当中的最后一个，就是涅槃寂静啊，涅槃寂静，涅槃寂静就是讲的是什么？最后涅槃就是成佛，从大乘佛教的角度讲，成佛啊。成了佛以后呢啊，我们很多人想了解成佛以后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两个字啊，寂静。寂静是什么？没有我现在我们的这些啊这个分别念啊，然后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啊，就是这些烦恼这些分别念啊全部消失啊，全部消失，当他们全部离开了以后呢，这个啊，离开以后就是寂静啊，这些都不存在了啊，那就是这样子，这叫做涅槃啊，这是最好的涅槃啊。我们现在要追逐的啊，大家要记住，我们要追逐生活当中的啊这个解脱啊，生活当中的解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眼前可以做得到的啊。如果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解脱啊，获得了这个解脱的话，那我们对佛法是非常有兴趣的啊，深信不疑的啊，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生活当中啊，感觉不到这个啊这个寂静啊，涅槃寂静啊，我们一直都把这个涅槃呢，就是放在最后啊，成佛的时候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才知道什么是涅槃呢？啊，这就是遥遥无期啊！我们就是，所以就很多人就没有信心啊，这个原因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了解一个另外一种涅槃寂静啊，涅槃寂静。那这个涅槃寂静是什么啊？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啊，今年啊，我们对某一件事情啊特别的执着啊，对某一个人啊，或者是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个东西啊，特别的在乎啊，特别执着。然后执着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的执着，然后呢，非常的严重的影响到啊我们的这个生活啊，包括我们的睡眠啊，然后心情
啊，就影响到这些啊，也就是说过度的去这个过度的执着啊，然后就是扰乱了我们的正常的生活，没办法过正常的生活啊，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很多人都会有的啊，现实生活当中都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用一个佛教的方法，那佛教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的方法呀，用一个佛教的方法啊，然后也不是一天和两天啊，就是几个月啊，几个月或者一年啊，这样子的时间当中的这个努力啊，最后呢，我们对这个人或者对这个事情啊、事物不执着了啊，这个执着是通过佛教的修行解决了啊，这个执着解决了以后呢啊，这个执着断掉了啊，断掉了，这叫做涅槃啊，这当然不是最后的涅槃啊，这是无数个涅槃当中的一个啊，一个涅槃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所有的烦恼啊，是一个军队啊，就像魔军啊，魔军啊，然后呢，这个魔军，比如说有一万个啊，有一万个或者是更多的人啊，那么消灭这个魔军，那么这样子的话，一个人一个人啊，就一个一个的去解决啊，一个一个去消灭，最后这个魔军整个军队啊，就消灭了啊。那么同样的啊，我们把烦恼解决的话啊，成千上万的烦恼就一个一个的去啊断掉啊。当然，如果我们真无的话，就不需要这样子一下子全部解决了啊。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无的时候呢，就是针对某一个烦恼啊，通过一种方法把这个烦恼解决了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今年啊特别执着某一个东西，让我特别的困扰，然后通过佛教的方法，明年这个时候已经解决了啊，解决了，那么这个就是从一个烦恼解决的这个角度讲，这叫做涅槃啊，这个烦恼解决了啊，然后解决了一个烦恼啊，一众烦恼啊所得到的解脱啊，比如说因为这个执着啊断掉了，所以我现在不在乎这个人了啊，不在乎这个东西了啊，所以我现在生活恢复了啊，不会影响我的睡眠啊，不会影响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不会影响我的这个情绪啊，所以这是一个解脱啊，这叫做解脱基金啊。现在我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了，所以我现在是处于基金的状态啊，涅槃基金可以这样子理解啊，断出了某一个执着，然后因为断出某一个执着，从这个角度我就得到了一个自由啊，得到了一个自由，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涅槃和解脱啊，这种解脱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是可以有的啊，大家努力啊，这样子的话，我们把这些解脱啊累积起来了以后呢，最后我们可以啊这个得到佛的这个最终的这个解脱，比如说我们砌墙啊，一栋楼这样子的话，一个一个砖头啊砌啊一个墙。啊，那这个墙呢，这墙壁呢是一个一个砖头啊起的，同样的，我们一个烦恼解决了，一个烦恼解决以后呢，就得到了啊一部分的这个寂静，就是自由啊，没有烦恼啊，那这个叫，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啊，生活当中的这个啊解脱，这就是我们刚才啊，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啊，我们学了佛以后呢，让我放下了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啊。比如说，我们平时没有学佛的时候，对某一个东西特别执着啊，然后呢，这个执着就让我们特别的痛苦啊。那么现在学了佛，通过佛的方法把这个执着解决了，
执着解决了以后，烦恼也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就是涅槃寂静啊，这就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亲身体会的涅槃和这个寂静啊，大家要这样子去理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哦，原来把所有的涅槃了，所有东西涅槃了，所有东西也就寂静了，哦，这就是佛。我现在一部分的涅槃就得到了一部分的寂静啊，有一部分的执着涅槃，就是它不存在了啊，断掉了。那么断掉了这一部分的这个烦恼，然后我就得到了一部分的这个自由啊，寂静啊，安宁啊，那么这个就是解脱啊，可以这样子理解。这是这个第十啊，涅槃这个寂静啊，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啊，能够用到生活当中的，就是这种啊涅槃和这种寂静啊。除了这个以外啊，真实的涅槃和这个寂静呢，就是佛的境界啊。这个佛的境界的涅槃，我们可能需要还要一段时间以后呢，才能够感觉感受得到啊。就这样子。好，今天我们啊给大家啊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四法音的一个简单的内容啊，虽然没有什么全新的内容，但是呢我们讲了一些方法啊，用这个四法音怎么样用到生活当中啊。今天我们的侧重点啊就是这方面。我想这个四法音的理论，我想可能大家都是比较清楚了，所以就今天不讲啊，我们就讲一个四法音的一个应用的方法，这个可能对大家可能是更有帮助啊，希望大家努力。但是啊，我们听了这个怎么样去用的方法啊，听了还是在一个理论的层面啊，这就是怎么样运用的理论，还在这个理论的层面啊。那我们去修啊，去反复的去思考，这样子以后，这个理论就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体会啊，变成了体会的时候，然后啊，很多的烦恼都可以解决啊，这样子。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呢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啊，有十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可以互动交流啊，欢迎大家来提问题。这是一个网络的问题，顶礼上师，弟子在修行过程中，总是过一段时间，恶习气不可遏止的爆发。过后很后悔，又努力地修行一段时间，如此周而复始，令我渐渐对自己和修行信心不断减弱，不知道该怎么办，请上师开示。经常都听到一些这样子的问题啊，这个好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大作修心这样子的时候，就是一些恶念啊不断的冒出啊。那这个恶念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啊，贪嗔痴慢疑啊，就是这类的烦恼啊，还不算是恶念啊。我们打坐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是这些很多的杂念啊，这个杂念当中呢有这个烦恼，有贪嗔痴斗，这个是刚刚大作啊，学习大作的人来说，还在这个正常的范围啊，正常范围。但好像不是这个啊，比如说我们大作的时候呢，对佛啊产生一些不恭敬的啊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啊，然后对佛法啊也就产生啊一些不恭敬的，不比平时的我们的烦恼以外的一些跟这个有对佛不恭敬的这些念头啊有关系的这种想法啊，很多人可能好像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我想这个第一个我们需要这个闻思啊，闻思
这跟我们的平时看的书，跟很多跟我们的官署的东西啊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要建立这个政治政见，要多看佛教的书，多学习，多文思。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是可以解决的，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也许这个里面呢还有一点点其他的一个一个无心的力量啊，一个这样子的力量也许在。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念莲花生大师的咒啊，唵嘛吽嘛吱格巴玛斯的吽，念莲花生大师的咒啊，然后呢修一修莲花生大师的法啊，或者是我们可以修其他的，比如说汉传佛教的、藏传佛教都没关系的啊，其他的佛啊、本尊呢、或者是菩萨啊，这样子的这个修法啊，念念这些咒，这样子的话呢，就这个就可以解决啊。我想这两个方法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请问堪布，刚刚在说世俗谛时不能谈论空性，在圣义谛时才能谈论空性。能不能提供举例，在生活中是什么情况下将这两者分别谈论呢？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谈论这个前世啊、来世啊、六道轮回，还有善恶因果，或者是我们对佛法没有太多关系的，我们自己的这些生活上的事情啊，这个时候不谈空性。啊，这个时候是不谈空性啊，这是本身就在讲这个我们的感官的范围，感官的结论。那这个是跟空性没有关系，这个时候不谈空性啊。然后谈空性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开始超越啊，突破我们的感官的层面啊，我们想了解一个跟我们的感官得到的结论有一点不一样的啊，更深层次的东西啊，想了解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可以谈啊这个空性，可以谈空性。那现实生活当中呢，就基本上不要谈这个空性啊、无我呀，不要谈了以后呢，很多都是矛盾的啊，说不清楚的。大家就是越说越糊涂，所以呢，这个时候不贪，无我，就是这样子。这个说清楚了没有？这回答他问的是不是这样子？应该清楚了。清楚了啊，好。啊，请问上师，何谓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啊，依法不依人呢？比如说啊，我们依法不依人，就是佛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就去寻找善知识，在汉传佛教里面呢，藏传佛教都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善知识啊。我们学佛的时候呢，需要一个带领的人啊，就是需要我们教我们怎么样学佛的一个这样子的善知识啊，上师呀、师父呀啊，那这样子的人。那这个时候呢，依法啊不依人的是什么意思？法是什么啊？戒定慧啊，就是法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看啊，不去观察这个人有没有戒定慧啊，我们都不观察啊，就是喜欢什么人啊，就招什么人啊，或者是谁有名声、谁有实力啊，那么找这样子的人做我们的上师，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叫做依人啊，不依法啊。如果我们啊去观察谁有戒定慧啊，那么谁啊就做我们的上师啊。那么从世俗的层面啊，就不管他有没有这个社会的地位啊，有没有这个世俗的实力啊，我都不管啊，只要有戒定慧啊，我就把它当作我的上师啊。那这样子的话，这叫做
一放啊，不一人啊，人他怎么样啊？有没有名声啊？有没有这个社会的地位啊？我不在乎啊，只要有戒定慧啊就可以。那么这就叫做一法不一人啊。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啊，不去观察这个人有没有戒定慧啊。然后我们很盲目的去崇拜啊，就是去看这个有没有社会地位，看有没有这些世俗的这个实力啊，看有没有名声啊，谁有名声啊，就啊投奔谁啊，那这个就是一人不一法。顶礼上师，我非常害怕我的上师，不见上师时就很想念。一旦要见上师了，就开始紧张，心跳加速，身体发抖。单独跟上师在一起的时候，好像空气凝结，喘不过气来，好想逃避。请问上师，这是什么原因？我该怎么办？这个有点严重啊，这个就是过去的阿底峡尊者啊，他们都讲过了。比如说我们对啊上师有敬畏感啊，看到上师的时候，就是跟看到其他人、看到我们的父母啊的不一样啊，就是心里不一样，就是有一点点害怕啊，这个是正常的，需要应该有这样子啊。有这样子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就上师能够控制我们啊，我们把上师就是当作我们的普通的朋友，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很多人啊，很多时候我们啊就不一定能够按照这个上师的要求去做，所以这个是正常的啊。但是如果刚才讲的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可能是一个障碍啊。这个障碍呢，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比如说没有办法沟通啊，然后就是没有办法这个问问题啊，这样子的话可能是一个，反而就是一种障碍啊。那这个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这是不是不知道，这个是具体的事情。请问现在年轻人不相信因果，学佛意愿低，请示堪布如何引导他们有信心的学佛？我想现代年轻人也不是不相信因果，很多人也相信因果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呢，是虽然没有把这个因果的问题搞明白，但是呢，也就是自然而然，也就是有一个因果呀、前后世呀，有这样子的观念的人呢，年轻人当中也是非常多，但是相信和不相信的人，当然是不相信的人就比较多了啊。这个是跟全世界的环境和教育有关系，所以如果是这个佛教的这个这种啊善恶因果轮回的观念，如果稍微能够推广啊。尤其是这个因果善恶因果的话，可能是几乎是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证明啊。但是呢，比如说轮回是完全是可以用科学来证明，目前都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证据了。那这样子去让大家了解一下的话，我想可能是现代的年轻人，我想应该是更加的容易相信，因为大家的这个这个开放啊，还开放度，还有就是本身这个文化的水平啊比较高啊，所以是我想可能有可能是比以前的人更加容易一些啊，更加容易了解。但是问题就是很多人没有这样子的环境啊，所以就不相信。最后一个问题，堪布您好。请问该怎么学佛才不会落入教条化的状态？我觉得我越想越不开心，感觉好多教条 及教义上的束缚，不能生气，不能贪着，欲望不好，诸如此类。但我又知道佛教不是个教条化的宗教，应该是很自由自在的，可是我又无法逃出这样的状况，
请问该怎么办？啊，这个应该是讲啊，佛教的这个约束和这个啊约束和打破所有的约束，这个就像一个金子它倒过来啊一样。先开始的时候呢，是需要一些约束啊，因为我们是当我们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当中还有很多烦恼的时候呢，就需要一些我们的一些行为呢，需要约束啊。那这个时候呢，需要一些这个佛教的戒律，然后修心啊，就这个层次越高啊，然后这个金字塔一样就越来越宽啊，到最上面的时候呢，然后它就没有任何的约束啊。也没有，也这个时候完全可以放弃任何的这些教条的东西。开始的时候呢，就需要接受一些约束。但如果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不像这个啊，接受任何的约束的话，那能不能学佛呢？也有办法学佛的啊，不需要去受戒啊，不需要去受任何戒，都不受啊。但是发菩提心、出离心啊，这样子也可以证悟空心，也可以，比如说你一条戒啊，一条戒都没有受啊，那能不能有出离心呢？能不能有这个菩提心呢？能不能啊证悟空心呢？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所以也有这样子的学佛的方法啊。但是这种学佛的方法呢，可能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子，可能少部分的人。可以这样子学。问题问完了。好，我们大家最后大家一起来回向。说能得一当这是八年当的你别站能帮学。你看南街王龙正白这边做年做完做人修。我们阿呼班真格热巴玛瑟德洪，我们阿呼班真格热巴玛瑟德洪，我们阿呼班真格热巴玛瑟德洪。